家係忘咗之前好多人推薦啦。同大家介紹一下兩支球隊嘅出場陣容先。首先係橙衫嘅熱刺 B 隊，正式球員包括咗一號門將郭崇達、三號梁又維、四號唐曉峰、五號董兆亨同埋八號王俊。後備球員包括咗有二號吳卓軒、六號黃浩俊、七號梁俊宏、九號黃日同埋十號嘅朱家俊。車路士足球學校 B 隊咧嘅正選陣容包括一號守門員宇慶、二號葉昌鵬、四號林樂賢、六號吳基、九號吳家陽。後備球員包括三號吳俊、五號盧錦華、七號馮子軒、八號吳樂恒同埋十號蘇學輝嘅。都錯了兩名啊！比較出名的教練喎，佢哋都嚇來頭不少喎。喺傑志嗰邊咧，教練咧就係前香港足球先生高尼道。咁而喺車路士足球學校 D 邊咧嘅教練咧，亦都係前香港職業球員魯冠邦。咁啊，睇下呢兩個教練點鬥法。平時一定會出高頭。有沒有機會打咁短的時間，希望他們可以回來。